记者黄阳明台南报道。金牌钢琴手科桑提亚即将在月底访台，为乐迷带来极具感染力的演奏。音符在琴键上跳舞，罗宾斯坦国际大赛金牌科桑提亚用琴声说故事。的指法弹奏，科桑提亚备受乐评肯定。他自小就是乔治亚钢琴神童，34岁时获得乔治亚总统颁发国家荣誉奖章。1992年移居美国，任职多所音乐学院，不少演奏家都曾受到他的启发。这次他将为台湾乐迷带来贝多芬、穆索斯基以及舒伯特的作品，以动人的琴音演奏优美旋律。记者沈芳敏、黄蒙凯台北报道。安心是最好的礼物。